不熟了。所以我就想，一它纯素，二它不会很辣。大家还记得我在那个 C V S 版推荐的那个青蔬椒麻，就小西光面板青蔬椒麻，它也是宽面，这个吃起来的饱足感还是好一点。所以它虽然都是面，实际的面身的那个饱足感还是比较大一点。虽然它89元，就多个30元。但是最近那个青蔬椒麻那款送点数，所以还是很值得去买。那今天就开始某棒，某棒是韩文，有人韩国狗没有学。某棒是韩文，不然不是今天摸摸摸。当然的，好吧，你就会某棒，不然呢？你也摸棒啊？那 N O K O K， 然后呢 ？B A N。不是不会韩文，韩不是不会韩 Google， 韩 Google， 你是在摸那根？嗯，你是误以为在摸那根？泡麻好吗？有没有人抹棒先摸棒的吧？搞什么？贱婢，我一定把你泼上去！贱婢还好吗？